爱好烹饪的各位同学，回家吃饭厨房训练营开营了。这饭厨房夏令营又来了。哎，厨房夏令营，美味菜谱老少皆宜，教科书版西红柿十斤肉麻辣酥饼软壳蟹乌米饭卷，厨房技法融会中西，先切一刀，然后酸菜，民间高手的独门妙招，行囊相赠，烹饪大师的家常菜秘籍，全民共享。轻轻的一划，胡老师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无论你是厨房小白还是家庭主厨，都可厨艺大涨，收获满满。厨房夏令营，做饭我最行。我们今年的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来了。前段时间呢，教育部出台了新规，印发了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版。从今年的9月份开始，我们中小学生要学会做饭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的，不光是说我们提高一个生活的技能，也是在生活当中拉升我们的满满的幸福感。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请来了一位名师。首先，他是中国烹饪大师，他也是烹饪学校当中的高级烹饪教师，同时他还是一位网络红人。另外，他今天不仅是一个人来，他还带了一位自己的得意徒弟。欢迎两位，欢迎。哎，大家好。大家好。哎呦，何老师，何老师，好久不见了。来来来。有那这样，我们先打一招呼，认识一下，好不好？大家好，我是4岁就会做饭的何亮老师的大徒弟黑红瑞。我是小黑的师傅。为什么说是师傅呢？因为原来啊，都是在学校当老师，全是学生。我是不收徒弟的。但是他呢，4岁的时候呢，看这孩子呀、啊，特别喜欢烹饪，然后呢，就收他当一个小徒弟。师傅收我徒一半。小黑喜欢烹饪，可跟在厨房凑热闹偷嘴的孩子不是一个级别。早在上小学前就学了自己人生第一道菜酱爆鸡丁，之后也多次在各大美食节目中展示自己的厨艺，受到很多名厨的认可。虽不爱说话，但小黑眼里有活，心里有数，看过的菜，尝过的味儿，都能让他琢磨很久。在厨艺上同样精益求精的何老师看到了小黑对烹饪的专注和热情，今天小黑来到厨房夏令营，完全够得上小老师的身份。他即将给我们展示他的烹饪技巧。听说你还学了何老师那个烹饪35法，那咱们听听看这理论基础呗。炸溜爆炒烹煸烧，炖焖煮酱蒸汆熬，拌炝卤腌焗熏醉，煎贴他酿扒酷涮，拔丝挂霜蜜汁烩，还有冻雨酥和烤。哇，哎，这 一听就何老师教的。没错啊。那你学会做的第一道菜什么菜？酱爆鸡丁。你最早学的是什么？摊鸡蛋。摊鸡蛋。你看咱们这些摄像啊编导，你们第一个学的都是什么菜？西红柿炒蛋啊。拍黄瓜。反正都是特简单的菜。特简单的。但是呢，说句实话啊，大部分人第一个学会的菜基本上都是西红柿炒鸡蛋。因为呢，又有荤又有素又好看又下饭啊，所以这道菜呢实际上是中国的国民菜。你做过吗？我很少做。觉得那道菜太简单了。是在中餐里边最简单的就是最难的，而且炒熟容易，炒好难。咱们先听听看啊，大家伙平时在做西红柿炒蛋的时候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和困惑。西红柿炒鸡蛋到底是应该先炒西红柿还是先炒鸡蛋？到底是鸡蛋多还是西红柿多呢？应该选什么样的西红柿呢？要不要勾芡呢？西红柿炒鸡蛋到底应该是咸的还是甜的呢？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我那个可盐可甜。哎，你看大家伙这个西红柿炒蛋有很大的争议哈，先炒蛋还是先炒西红柿啊？先炒蛋。那搁糖还是搁盐啊？搁糖。那不搁盐吗？搁盐。那到底搁糖还搁盐？先搁盐再搁糖。那是甜口还是咸口啊？甜口吧。啊？
酸甜口应该是啊。今天啊，正好小黑也在这儿。今天咱们来一个什么呀？教科书版本的西红柿炒鸡蛋。我们今天其实线上呢，有很多大朋友小朋友会跟着我们一起来学。大家好，我是回家吃饭的小饭团瑶瑶。我是回家吃饭的饭团杨姐。我是回家吃饭的小饭团王云鹤。我是回家吃饭的小饭团，我的名字叫小豆包。我就是一个捧哏的，我就在外面，我就在这边看。哎呀，你这个不对。西红柿选择是有方式和方式，就是熟了就行呗。你知道咋选吗？应该选那个红一些的，然后表皮光滑的。表皮光滑红一些的西红柿，问一下师傅，这个答案对吗？不对啊，因为西红柿都表皮光滑，红一点是吧？你看这俩西红柿有什么区别？你让小黑看看来。左边这个上面有白点，右边那个没有白点。哎，这那选哪个呢？小黑，这就是关键啊！我觉得应该选左边这个吧。这种呢，就是水多，但是呢不沙；这种的是沙瓤，掰开以后晶莹剔透。沙瓤的汤水不是特别多的，这样炒出来以后口感好。所以说，番茄选择很关键，表皮、白点、口感面。嚯家伙，你这顺口溜还出来了，马上得总结呀！大伙学好了。那咱们线上的各位朋友们，你们现在选择的怎么样了？要选这个带白点的。我这两个西红柿呢，就选的都很不错，有一点点白点儿。原来要选带白点的呀。来，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比例两个西红柿仨鸡蛋就行了，它们的体积相比呢基本上成1:1了，然后多出一个西红柿来。两个西红柿三个鸡蛋，三个鸡蛋两个西红柿炒的最对味。所以说三蛋两柿是标配，炒出的菜最对味。来，小黑把鸡蛋给我磕了啊，我看你磕鸡蛋会吗？一只手磕行吗？一只手磕的时候把这边缘现在磕破了，然后你看啊，拇指和中指一捏一掰一拧一甩，里边的什么都没有了。打这鸡蛋的时候还有一个要点，知道是什么吗？这样我们现在瑟瑟发抖，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小黑现在心情什么样？我有点慌，有点慌。打这个鸡蛋之前，一定要来一点点的淀粉水，口感更结实一点，更韧一点。一会儿再打这鸡蛋啊，这不着急。所以说这是淀粉浆里打鸡蛋，口感弹牙又好看。没错，我发现你这个文水是越来越多了，张嘴就来啊。何老师教的好。切的时候呢，要注意什么呢？从中间先切一刀，然后把这个西红柿蒂向前45度角轻轻的一划，这边也一样，那么着一划，这样呢我们把这西红柿蒂呢把它去下来。切的时候你看啊，把它扣过来，这边划一刀别切到底儿，这边划一刀也别切到底儿，然后顶刀切厚片，这样切完以后呢，可能是会有连接的地方，下锅一炒啪就开了。你来试试。可以可以。哎，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哎，你看它一直在刀在滑动，看到没有？哇，这学太快了吧！啊，那小黑不怎么说话，但他就做这个做菜时候特专注。你近看他不怎么说话了，你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是他看别人做东西的时候，他是用心在看，在我们烹饪里边叫做观察力。有了观察力，然后在实施的时候尽量的去模仿，有观察力再有模仿力，这就是好学生。哎，你看咱们这桌上有一什么特点调料。葱姜没有。没错，
做这个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不用葱姜，只用蒜。不用葱姜，只用蒜。啊？葱花得用吧？不用，而且蒜用的时机还非常的重要。拍蒜会吧？拍蒜会。先拍一个，来。好。为什么没拍开知道吗？我觉得我试一个吧，因为毕竟在厨房里面看大厨们做，我记得拍蒜要这样拍。成了。这个动作很正确，但是呢它就是稍微慢了半拍，你是把它压碎，然后这个拍蒜一定要利用刀的重量。我拍一个啊，看啊，蒜首先不能搁太远，要离案子差不多有个一拳的距离，10公分。拍的过程当中，一边拍一边往底拉刀，你是拍下去再拉刀，这就不对了。看着啊，哇哇哇，这一下就行了，你们俩这还得切。那我有一个问题，蒜味儿的出来，这为啥只搁蒜不搁葱姜？有的地方是搁葱，但是不搁蒜，姜是一般都不搁的，因为姜在这里边呢会影响它的整体的味道，其实姜味比较窜。所以说这是不放葱姜，只放蒜，味道萃取更完善。下面呢，咱们开始来制作了啊。很多人打鸡蛋的时候都是这样打。很标准吧？这么着打很慢，这么打鸡蛋呢是用筷子尖儿，所以它的接触面积很小，对吧？怎么来打鸡蛋来看啊？上条法。对，这叫啥？上条法。对，它接触面越大，打起来以后呢就越轻松。大家还记得何老师曾经用这个方法直接胜过了打蛋器。走，2分28秒，预备，开始。停，1分20秒。所以大家伙学会了没有？打鸡蛋啊，这个角度很重要，接触面越大，就什么方法来着？上条法。对，记住上条法啊。这种方法打鸡蛋，是不是？这样打蛋呢，还真是感觉打得要快一点，让它筷子接触面积更大。直接把我们这鸡蛋倒入，倒进以后别着急动它，等边缘翻花了，看见没有？然后用筷子往一边拢，对，拢，挑，对，拢过去，对，晃到鸡蛋，然后把它打散，搅散。对，如果你要觉得它块太大，不容易散的话，就拿两根筷子就切开，这样呢，你看这鸡蛋炒出来以后，就又有韧性，效果又好。看到这儿觉得西红柿炒蛋还简单吗？不简单。是吧？炒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先放点油，而且炒菜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什么呢，我们只需要让这菜在锅里边均匀受热，做一会儿，15秒钟，翻一个个，用油把番茄红素把香味先逼出来。我们调味的时候把火关小，然后放4到5克的盐，料酒呢我们是去腥的啊，2-3克就行。放完这些食材以后，还把它开到中火，然后下鸡蛋，来，下面淀粉，最后再加蒜。那这蒜会不会很生啊？你最后加，就是要这一烫的这个味道啊。然后呢，我们加入少许的酱油，让这菜肴呢既好看又怎么样，又好吃。所以说这就叫做最后别忘酱油配，吃着看着都沉醉。来，好，出锅了，出锅。番茄选择很关键，表皮白点口感面，3蛋2翅是标配，炒出的菜
最对味，淀粉浆里打鸡蛋，口感弹牙又好看，不放葱姜只放蒜，味道萃取更完善，最后别忘酱油配，吃着看着都沉醉。来吧，那咱们尝菜。嗯，哇，小黑怎么样？比我炒的好吃太多了。这你也炒了一半啊？鸡蛋这个口感特别的好，因为特别特别韧，不像之前我炒的面了吧唧的。我觉得真的鸡蛋在嘴里面口感太好了，既有那种酥松感，同时又有那个弹牙的那个韧感，没错，然后没有鸡蛋的腥味儿。关键是你尝尝它的味道跟平常不一样的是那最后那把蒜，原来的蒜都是咱们把它烹熟的熟蒜味道，这个断生了，但是又没有蒜的辛辣感，没错。我们线上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哎，你们炒的味道怎么样啊？嗯，不错，挺好吃。嗯，好极了，好吃。小黑，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了，做什么菜？我打算做一道什锦肉饼，就是各种食材放在一起。嗯，来，第一步先剁一下肉馅。为什么绞好的肉馅还要重新剁一剁？要把里面的肉筋剁出去，口感会更好。你说肉筋剁出去，韩飞就有点晕了。来，我先让你看看肉筋，看。哇，这肉筋还真的就剁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刮走。这叫把肉筋剁出去。嗯，明白了吧？明白了。用这个方法把肉筋剁出去，是我师傅教我的第一个小窍门。这是牛肉馅吧？是的，牛肉馅。那肥瘦比例呢？3:7。嗯，调味哈。嗯，放盐、胡椒粉，放一点五香粉，然后搅拌。为什么来做这道菜呢？主要是因为利用了师傅教我的第一个小窍门，也想把这道菜送给师傅。哦，嘿。真好，馅儿搅好了。您帮我找一下蚝油。蚝油，稍微加一点酱油。加水的话要少量多次，让水分充分的融进肉馅里。这样打呢，能够把水分充分的打到鸡肉纤维里面。再加一点水，继续打。嗯。现在已经能感觉到，就是它那个肉蓉互相之间交融在一起了。你看它这个肉跟刚才这肉比，打完的肉馅已经非常有胶性、有粘性了。我们现在加一点油，把肉馅中的水分封住，要锁水。对，让待会儿水分不会出来了。嗯，现在肉馅调好了，判断一下肉馅是不是味道调够了的话，可以闻一下。闻一下就知道味道够没够。如果出来的是调料的香气的话，那就证明这个肉馅味道调够了。如果出来的肉的腥气，还需要继续调味。现在可以让师傅来闻一下。哎，香气出来了，不错，不错。下边该调配了，放葱花，放一点榨菜末。榨菜，它这点榨菜末搁得特别好。嗯，一个是口感，一个是榨菜自身的香气。嗯，然后把它们充分的搅匀。最后我们再放一位我自己蒸的秘密武器。这是什么？自己蒸的一种酱。什么酱啊？这是我师傅教我的一种方法，一份干黄酱，两份黄豆酱，上锅蒸1小时。这个酱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要蒸它？蒸完以后能怎么样啊？它这个豆是生的，是有一种豆腥味的，蒸的时候可以把豆腥味去除，也能去掉这个生酱味。哇，真是记住了师傅讲的每一句话。嗯，现在调好味了，我们来装盘。装好盘之后，我们戴上手套将它按压平整，在上面打几个鸡蛋。打鸡蛋的目的是什么？打鸡蛋的目的就是让它上面有更好看，也更好吃。嗯，然后用洗好的鸡蛋底部在肉馅中捻出鸡蛋黄的位置，等于说在里面做了一个鸡蛋的一个容器。对，把蛋黄固定住以后，你蒸出来以后它好看呀。嗯，最后我们在鸡蛋上面撒一层盐。哇，盖上保鲜膜，大火蒸12分钟。蒸12分钟就可以？是的。在蒸的时候，我给大家再带来一道甜品，
甜品的名字叫酸甜苦辣。酸甜苦辣，对。哎，怎么感觉你掌握了人生的真谛啊？啥味儿？我们尝尝呗。行，来，把你那个酸甜苦辣拿过来。这个是我提前做好的一个基底。怎么做的呀？这个是用雪梨和苦瓜做的，雪梨洗净切块，苦瓜洗净切成小块，和雪梨一起煮，放入两把冰糖，放入几个吉利枸杞子，40分钟之后，雪梨和苦瓜捞出来，过滤之后加入白凉粉，冷藏至定型，就成了现在这个类似布丁的形状。是不是还得拿小刀划一下？是的。哎，哇，看着像那个冰粉。然后开始放配料。还有配料？对，刚有了甜，有了苦，现在他在往里边加酸奶。现在往里加酸奶，放一些葡萄，接下来放桃。放水果的时候，除了可以放这些，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 DIY。这个是放的杏。哦，酸的，所以我们酸、甜、苦都有了。对，咱们待会儿看一看辣。这个是绿芥末，放最后放一点点绿芥末。小黑口够重的，加这干嘛呀？让它有一些辣味儿。烹饪中有酸甜苦辣咸五种味道，我从里面选取了四种味道融合在一起，但是吃下来却各自有各自的风味，也更加的好吃。酸甜苦辣咸吧，我今儿我再教你一招，再教你一招。就这个甜品里边，你一定不能把盐忘了。要想甜，要想香，来点盐。俩手指头一捏，对，这五味就齐活了。一定要把它们全都融进去。这个最后这点盐是点睛之笔啊！可以，哎，这个差不多了吧？这也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哇！对，走你。现在可以把保鲜膜揭掉。这火候掌握的不错啊！接下来往上面撒一些葱花，用这肉汁的热气把葱花的香气激出来。切的都是一块饼上带着一个鸡蛋。我们要吃肉饼了。哇，倍儿地道。它这个肉吧不柴，而且又弹牙，鸡蛋呢很滑爽，特别是嚼起来有那个榨菜那咯吱咯吱的那个感觉，还就是口感的层次感特别强啊。然后咬下去之后口感非常丰富，有脆的，有弹的，有糯的，有软的，有滑的。小黑出师了，自我评价一下，非常的不错。咱们尝尝酸甜苦辣怎么样？特别像冰粉。刚何老师加的那一点点盐，就特别像老师傅给徒弟，哎，就点那么一下，他一下就让这个味道合味了。没错，芥末我觉得搁的也特别好。这个辣味呢，就是说它那个用量用得很合适，让你咽下以后呢，稍微的有一点反那个绿芥末的味道。什锦肉饼，牛肉馅斩去筋膜，加盐、胡椒粉、五香粉、糖、酱油，并少量多次加水，搅打上劲后加油。葱末、海米碎、香菇碎、胡萝卜碎、榨菜碎，充分搅匀后放入半勺熟酱搅拌匀。把上好筋的肉馅放在盘中铺平，用一个洗干净的鸡蛋壳握几个窝，在窝里倒入鸡蛋，鸡蛋上面再撒一些盐，封上保鲜膜，上锅盖盖，旺火蒸12分钟，撒上葱花即可。我给大家画个重点，用鸡蛋在肉馅里握窝，再打入，可使蒸蛋更好的定型。那我相信其实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的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营员们，无论是小营员还是大营员，我相信大家就是在家庭厨房当中做菜，而今天菜也很有趣，酸甜苦辣加上咸，我们老说它是烹饪当中的五味，它难道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厨房当中我们每一天生活所经历的某一种感觉吗？没错，也是酸甜苦辣咸，是吧？其实浓缩起来就是满满的那个幸福。